美孚社区歌仔戏团特别献唱三首耳目一新的歌仔戏，内容都跟县府的敬老眼镜福利政策有关，尤其配了眼镜之后，有好眼力才能看清事物，生活更便利，并且感谢县府的贴心服务。目镜，大家拢看足清楚的安尼。感谢大家，感谢馆长吼，给咱争取安尼。好听好唱的眼镜歌，出自于美孚歌仔戏团指导老师陈瑞章之手。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作词，加上团员用心练习，成就今天完美的演出。连县长林志妙也一起加入唱曲的行列。咁要感谢这个免费的目镜，啊，有一个 DM 大概大意的艺术的迄个文章给我，我就慢慢去改编做咱歌戏调，啊有押韵的，啊，把迄个完全伊要需求的内容，甲输入这个歌戏调内底，啊，所以讲我嘛改合作目镜歌，哦，伊一个万富的目镜团心意。机构配件好便利，爱心目镜甲团落去，啊，唱歌看谱真满意。吼，爱像中原楼有怡然观复团心意，敬老目镜送予你，爱心配件拢免钱，唱歌看谱是大家笑眯眯。啊，过来下骹的江湖调，讲有恁真好，就是讲有这支持者，甲这出钱出力的县政府，甲这善心大德，吼。感谢大家的打拼，啊，目镜若挂起是金细细，吹针引线拢真顺利安尼啊。卫生局也表示，这三首敬老眼镜歌仔戏未来将考虑列入下乡服务的宣导影片，鼓励长辈来配眼镜。你好，社区上面好。宜兰新闻记者张丽玲采访报道。